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在这个三角形 ABC 中呢，已知 BC 的中垂线哈，交 AC 与 D， 且呢 BD 哈平分角 ABC， 哦这两个角一样。若 AD 等于9 ，DC 等于7啊，哦这个没有画得很准啊，哦这个大小看起来就颠倒了。不过这个图没有画很准，这 A 应该要往后了，往后的话这样的话这边就会比较大一点。则他问这个三角形 ABC 的面积是多少？哦，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首先呢，因为这个是角平行线嘛，啊，所以我就晓得说哈，这边比这边哈等于这边比这边，所以这是9:7啊。那这个我如果叫7K 的话，哦，这成比例嘛，这个就是9K 啊，哦9K， 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哈，这个是中垂线嘛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，哦，全等只有这样子。这个是7，这也是7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只要把这个这一边算出来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得出这个三角形面积。那怎么做哈？首先呢，这个 H 哈，那我现在做垂线，这如果 H 的话，这也是等于 H 啊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。哦，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的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角等于这个角。然后在这边一样啊，这个又是直角，所以这边多少？应该是 AAS 啦，哦 AS 的那个全等三角形。哦，这是 H， 这也是 H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这个。啊，还有啊，因为这个是垂直平衡线嘛，所以这个是7K 的话，这应该多少？这应该是2/7K 啊。啊，这一边跟这边是一样的，哦，因为这两个三角形，这两个三角形全等嘛。哦，这个2/7K， 所以这也是2/7K 啊。啊，这个就多少？这是9·2/7啊。哦，所以图没有画很好，9·2/7哈，大小没有画很好，二分多少？18·7是11啊，这是2/11 K。好，那我现在用毕氏定理哈，把这 K 找出来。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是等于9平方嘛？我就是 H 的平方好，加上2/11的平方。2/11 K 啊，2/11 K 的平方哦，这个是等于9的平方啊。好，然后再来哈，再来这个，这是2/7 K 嘛 ，H 平方加上2/7 K 的平方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7的平方，那个一减。减下来的话就是 a 平方减 b 平方，这个减这个是多少？11·7是吧？是4啊，2/4是2 K， 那乘以多少？这个加这个，2/18 K 嘛，2/18就等于9了，这是9 K， 哦9 K， 我叫 a 平方减 b 平方就等于 a 减 b 是2 K。A 加 B 是 9K， 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减这个嘛，哦，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，这个减这个是2，乘以多少？这个加这个是16，那2约掉，两边开方这是 3K， 这开方是16，所以 K 就算出来了 ，K 是等于3/4，哦 ，K 的话呢等于3/4。好，那 K 等于3/4以后 ，H 我就可以算出来了。H 等于多少呢？啊，这个 H 平方好，我带这个好了。这是7平方，减掉2/K， 2/7，2/7乘以那个 K 是3/4的平方了。哦，2得4，有个7可以抽出来了，啊，7平方抽出来。这
一减掉多少？七抽出去了，三分之二的平方是九分之四，所以这是七平方乘以九分之五。好，那两边开根号 ，h 等于多少呢？七乘以三分之根号五，这是高。那底呢？底是九 k 嘛？哦，就九 k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九乘以三分之四，三得九，三是十二。所以这个人啊，这个是等于底是十二嘛，乘高的话是多少呢？三分之七根号，啊除以二，乘以二分之一啊，这六嘛，六二十二，所以十四根号五。所以面积等于十四根号五，哦，答案是十四根号五。